各位同学大家好，又嚟到开心星期五啦，听日就系星期六啦，同学仔谂住去边度玩啊？会唔会同屋企人去饮下茶，又或者同同学行下街呢？定系同学仔都知道就嚟考试会好乖好勤力咁留喺屋企温书呢？礼物小姐，我喺呢度就会为一啲努力温书嘅同学打下气，加油啊！礼物小姐，我支持你哋。咁我点样支持你哋？等我送两份礼物嚟鼓励下你哋啦。第一份礼物就是 Nikki 时圈万用小袋，橙色。你哋需要用一万分 Smart Points 换领，名额有四名。咁呢个万用小袋同佢嘅名字一样啊，系橙色嘅。咁佢咧就系用毛布料做成嘅，摸落去好顺滑，好舒服啦。咁同学仔可以换翻去放一啲细小嘅物品，例如润唇膏啊、卡仔。咁如果同学啲梳咧系细细把嗰只咧，都可以放埋把梳入去嘅，咁平时咧就将一啲小型嘅随身物品咁出街都几方便噶，咁方便，同学仔你仲唔快啲嚟换领？第二份礼物咧就系 Nikki 文具证件套，所需要嘅 Smart Points 系28000分，名额有一名。咁呢份礼物咧就好似一啲长型嘅银包啦，又或者唔讲，其实佢都几似一啲 passport 嘅套。咁呢个文具证件套当然就系会有文具啦，咁我哋呢个文具证件套就会附送一支笔同一本簿仔，咁同学去旅行嘅时候咧，亦都可以写低嗰一刻嘅心情同埋感受。咁、那个证件套嘅右下角咧，都仲有一个拉拉链嘅位置可以俾同学仔放散纸嘅、哦，同埋呢个证件套咧，仲有一个大嘅拉链，咁同学唔用嘅时候可以拉翻埋呢个拉链，咁咪唔惊啲卡仔跌落嚟咯。咁呢个 Nikki 文具证件套咁实用，同学仔你哋仲等咩啊？快啲用你嘅 Smart Point 嚟换走佢啦！好啦。今个礼拜的时间又差不多了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，拜拜。